全球期待迪士尼旗下的皮克斯电影公司的最新电脑动画电影《玩具总动员3》6月16日正式上映，还会有 3D 版本。挟着前两集电影横扫全球的惊人票房，这次《玩具总动员3》更来势汹汹。而电影中的各式玩具，像是牛仔、胡迪、巴斯光年等等，因为小主人已经长大，而把这些玩具送到托儿所展开全新冒险。更欢乐的《玩具总动员3》故事就此展开。另外，《玩具总动员3》还同步有游戏版推出，玩家能在以各种迷你游戏串联的欢乐世界中自由闯荡冒险。不管是动作、射击、赛车、益智游戏，样样来，甚至还能自己打造欢乐的玩具城镇，享受更有趣的互动感哦。